换了中坦以后才给这场给我，但是我要做任务是 LT15。哦。有时候 MM 好 RNG 就是不想让你做雷远木就是了。看来这场 MM 对我们不太好。嗯，胜率63趴，然后是有火炮2还是58。嗯，你这在山下面不要靠上去，就是黑就可以了。就是他们就是重坦比较小，就是假如就是你看你自己看吧，就是100，假如你要跟他你上 HD 的话，你就可以就是向上去，要不然你待在中间也可以，就是去山上好了。好的，100是上山，你可以就是向上去帮，要帮打中间的人。一开始75秒是我们火炮安全的是 RT safe 的，所以因为它装填时间就是这样。是完全点亮不了什么。Depression 不够，已经有人就是到 F 0那边去，那是一台137。速度居然这么快，火炮装好弹了，对啊。钢铁呢？对量放那边 F11 那边大概有一台轻坦是吗？大概 T5 是 like 吧。有些人觉得很奇怪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每个有 T54 的都装甲都很硬。 Brian shot 一下，他二七射得到吗？很快，马上。这台二七利用三七的姿势。Why? How? Lay? Fuck！ 能打到，能打到，很快。我有点想后退，我要去。你先后退吧，那个。我要再卡在飞机那个。你保持那个现在我那个是还好的，我继续。我可以把他抽死散炮，他放弃了，你带断了，没有打穿，最差最后一发，搞定，哎。歪了啊！不要，他是从整个啊，炮弹很奇怪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飞到哪边去。把他们压回去，
你们这边假如是还 OK 的话，我去帮一下先。他们已经被打了整个就是一推到 H 线那边去了。我想是在哪边点一下，等看看。再冲再冲了，好了。要推下山吗？你可以就是打字叫一百，看看他能不能就推一下。那我们应该说，怎么点亮那个 M 四八那么久，还是没有人去打？我不明白。Logic 在哪边？啊。不行、啊、你推吧，你推你推，算了算了，你跟但是剩两颗了，要不然的话那个我们这边会输很惨，我们这边这条线已经一二线已经崩掉，再是这样的话就会彻底的完蛋，就是啊，巴顿炮塔直面跳弹，我要去左边帮忙吗？好的，我帮忙。不用了，这边已经完蛋了。啊？大后面。一百不退让，害的我们就是。控制不了那个七八九零，那现在我们只能死归三项，这个归多久归这个有多久？告诉你们哦，超智障了！大家数多啊！我跟你一起去再推那边三项吧。你先等我一下，马上上了。台一五是冲了，那台一五是冲了。啊，跟他去，我、跟他去就是了，不要让浪费他的七箱。拜托，你没有轮弹的话就不要玩，直接中弹。台一五是又停下来了，干！冲冲冲冲！你他要你看到你先冲，他才很冲的，冲别管他，冲他下边就只剩下一两个亿，冲冲冲！这冲下去一直往前，把好买啊买啊，给我了吗？买阿妈一号血楼，要把给吗？你买他，一直往前冲就对了。加了，回家了。好的。先把火炮打掉。好的。啊、你需要是点灯还是要把火炮首先收掉？好了，我先把火炮收掉了。你这边现在中间 hold 着，然后就是我先把火炮修掉，以后然后直接去站点。一个人在的战区，他们那边是只剩下一台 i 八，两个人在站点，两个人，然后我被点亮了。你剩下血多少？变二。
强修那个 i 八行吗？啊，五十一万在自爆，你把它，我根本是这叫把它修掉吧。不用管，那就是能 reset 就多久就多久。火炮不在这边呢。A 九 A 八，你点哪？他跑了，找到了。妈呀！后面会有三个那个。我剩下七发银弹，十发近弹，两发 HE。你那这次打两边啊，比赛成功，嘿，非常好。居然马上到，先卖 hold 住。卖 hold 住。先卖 hold 住。先卖 hold 住。我要站点了，我们能把它下掉吧？杀掉吧，杀了，这干嘛站着？谁杀了？啊！不要 critical hit， 杀！快吗？干你妹的！靠，你可以 YOLO 了的啦！我试试大了，那么多去 YOLO 啊！我纯粹是讨厌那个 T 五四，来不想就是让他打我任何一发而已。Up down 哦！啊！这就看看要亏多少钱呢、啊？嗯，我有三千多、哦。因为最后出来的是那个 i3， 还有就是苦二抽不到，但是 i3 是抽到了。看看那边，就是一下子精彩四千多，他爽了。LT15 这样就完成。假如他是打 Stufor 的话，啊。那好，那就是谢谢 B， 就是来带带物象 carry。